今天要来转动。尤莉啊，这个铁板已经歪掉了。断掉去，差不多了。哦，我全身汗了啊！没去弄。我全身汗了，真的。我这样跪坐这样压进去就好了。我全身汗了。才有转动了吗？转动是为什么呢？要穿这一些去到引擎的前面，从防火墙穿过去，就是这样了。我从哪一个开始穿起呢？穿得出吗？穿得出。怎么拉出去好吧？你穿哪一个先？穿最长的。大的先。最大的不是最长的。最大的。穿哪个狼叉先？OK， 等一下啊，不要拉、啊。然后是这个啊，一多多的，慢慢拉。啊，六点慢慢拉，不可以看大力啊。黑白。OK。呀。什么？很厉害啊。啊？啊？怎么你？你要讲吗？没有。你这样子啊，我不问你是不是很厉害啊？厉害。没有给人低，自己转动，这个是，所以电线拉到前面了，这边哦，为什么我要在我的class 上面钻一个洞拉电线呢？是因为它原本的电线是在这边，那 adjust 在这边啦，热，所以就干脆钻了一个新的洞从。另外一边进，那电线就没有这样子，也不会烧掉了。你删了很多都是这边哈，那边是进气的，所以那边就会比较凉啦。有些人可能会心痛啊，不要转动啊，捏这边进可以的，没有问题。所以今天就是这样了哈。刚刚拍完了短片。你们要看的话，点这边。今天拍的短片嘞，真人真事改编。如果你们觉得要 straight pipe 这辆车，给我5000个赞，5000个赞，我 straight pipe 它。我是修，老车是炒的。哇，你吃了哈？早知道我们也自己先去吃先喽。你要吃炒粿条吗？可以吗？我们晚餐很久没有吃炒粿条了。哎呀，你早餐那天才是炒粿条。早餐是早餐。没有一样啊，炒粿条就是食物，你进你肚子一样，这边就吃过了。所以，我们晚餐很少没有，简直是没有吃过炒粿条哦，晚餐。你要吃什么？让你讲。What do you want?What do you want to eat?
三星的。你以为佳莹手很短呢？你讲到我像猴子这样手长长这样啊？啊？可以的，你要相信你自己，你大美女来了嘛！哎呦，今天完全帮不上忙，然后买 socket， 你又同我压错。然后啊，我们找到的那个，你找的是 alternator 哦？哦，错了啦。但是啊。看图啦，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啦 ，four pin 嘛，所以买先咯。有 R 跟没有 R 全部藏在一起用哦。嗯，不懂。有 R 跟没有 R。不懂哦。快。那么你现在去哪呢？你快。12块。刚才你们看到 Johnny 的完结技 First Drift 六力火的魅力真的是不一样。那现在我也在等待着我的山猪，还不知道它可以不可以 start 啦，因为现在我也不懂我在做什么。然后很多的时候呢，都是校长还有 Bank Security 在做啦。好，你刚才看到校长这样子飘一屁股痒吗？很痒，痒到说，哎呀，怎么我今天驾 Vios 是咯，我驾错车了今天。但是我更期待的是这个山猪。RB25 这个是我昨天了解到的啦。为什么我驾它这么累？为什么没有力？是因为呢，之前这一辆车它是 piggyback， 然后它原装的那一片垫板呢，它是用 RB20 的啦。RB20 它没有借 VVTI， 所以没有借到 VVTI 呢，它就没有办法工作。所以为什么我开它的时候，我觉得那么累，那么没有力？还有就是有发现到，好像 crank angle sensor 那个 socket。松啦，插头我也已经在网上订购了。讲真的啦，你问我这辆车几时可以 start， 还要弄多久，没有办法回答你们，因为我对这些完全不熟，我只会开车，可以讲我是一个赛车手，我不会修车。天色还没有暗，就给你们看一点。这边原装的垫板是在这边吗？它终于是整齐的了，没有一搞东西在那边。原装的垫板，再给你们看一下，看到吗 ？RB20。有人要吗？尾声签名一下。没有啦，这个原装的垫板应该没有人要啦。如果有谁要买的话，跟我讲咯，便宜卖咯，不然的话就是丢给。要尾声签名加多。比较有力哈。所以现在就在搞着这个山猪，很多人在问我 Vios 的进展怎样。 Vios 真的是要农历新年过后了，因为现在如果我再弄 Vios 的话呢，我平常的代步车就没有了，对我个人来讲是很不方便。而且再加上最重点，我没有 budget。 讲真的啦，我一开始起初我也认为说没有人会 free 给我一个 turbo kit， JST 做到 JST turbo 万岁，但是我还是要找一点钱去买电板啦，还要装的工钱啦，因为我不会装，还有叮叮咚咚的改装啦，这个那个啦，clutch 对，也是要 upgrade， 不然的话原装的 clutch 一下子滑，然后又要拆又要再装，所以多多买你的周边。是。
今天主要就是拉了家电 Bang Security 帮忙之下进展神速，但是车子还没有 start 啦，不懂什么时候才可以。阿 B 的那个声音，呜噜噜噜噜噜噜噜。你们想知道我用什么电板吗 ？Max ECU Sport。Max ECU Sport 呢是可以对应六个活塞的。这个售价呢，其实你们可以去到 Shopee 啊，还是它的官方网站都可以看得到的。电线那些已经装好了的，其实电已经有了。发现到这个 crank angle sensor 有问题，那我就找了一例过来了。它这边竟然有一个 Mitsubishi 哦，哇哦 ，Mitsubishi 的都可以用哦。这个就是踏板 drive by wire 电子的踏板了。没有在跑钢线了，现在里面还是一片凌乱。可以 start 了啊，试一下 start。好了好了 ，start。上。那你拉高一点，上去哦。来，等一下啊。喂。哪里啊？等一下先，怎么这样？我觉得啦，没有想到我们摸了一整天，在这边坐了这样久 ，RB25刻到啊，Nissan刻到我们。打不到啊！我觉得调回 4AGE 啦。如果是这样，刚听好的句吗？啊，还是 4AGE， 还是 4AGE is the better。那做不到，没有用，没有用，累啊，心累。RB25亏，不能就是不能。你借好吗？我约你借喽，不是我借喽。我约钱不是你做喽。哎。没有，忘记给你，刚才我拿了。OK， 我来跟你们解释一下啦。一个是 ignition， 另外一个是direct。direct 啊、哦？什么 direct？ECU 电呐、啊？哦 ，ECU 电 ，ECU 电都没有的。还要再解过才通关的。还要再解过来，所以把这个插下去。还要拉过电，那个不行啊！我刚好开了。啊？还要拉过。哦，所以这些是暂时而已啦。OK。One take 啊，我没有看到啊。Start。GYX， 不嘞。GYX， 不嘞。GYX， 不嘞。车还没有停啦，哈，车还没有停。阿朱喂，山猪的声音。好久没有听到山猪了，所以阿比二十五还是可以的。阿比二十五伯利 ，six 伯利。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那个踏板，接下来就是要把那个踏板锁上那个我们踩油门的地方了。哦，蓝帕也还没有装，所以现在进展可以讲算是已经75%了，剩下的就是 tuning 啊，这个还有些东西还没有装啦。这个就是看我的油多还是少，一定要让那个油多了，不然的话不是会炸 engine。简单来讲就是油太少，里面热了 piston 就会融掉啊，就是这样简单。既然都 start 了啦，我是期待这一个电板这一个 setting 啦，可以去到360p 啦，我不贪心，我就觉得是 OK 的了啦。希望一切顺利，可以的，山猪可以的 ，RB25 还是可以的啊，不用掉 4AAGE 了 ，RB25 亏。不能就是不能。
这个应该是你第一次装 RP25 的电板吧？啊，有点害死了。怎么嘞 ？OK 啊，你唱给我看。我是知道那天我画这个啊，很难画。啊，看要多少打力。哦。还是成功了啦，还是成功了，所以这证明了这个人呢不是 4AG 罢了。我问师傅了。是啦，他问师傅了，但是他还是可以，还是可以耶，不懂哪里学的。RP25难不倒他，350难不倒他，1J难不倒他。4AG 更不用讲啦，像吃饭这样子。到底什么车能够难得倒他呢？你们留言一下。有点勇啊。其实这一个电板 MaxEcu Sport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刚才我听 Johnny 解释一下啦，它是可以 check 你的 coil 还有你的油嘴到底有没有做工啦。啊，有啊，第一例对，这样夹吧，有吗？关掉，我想去翻。哈哈哈哈，拿错歪呀。第四例啊，有 ，Yes Disco。第六就这个拉起来，看你的点火 ignition timing。所以刚才我们做的动作就是检查，看它的电板有没有连接到每个 coil plug。如果有连接到，就表示说会打火啦 ，spark plug。有做工，能够一粒一粒 check。我不懂其他的电板能不能够这样啦，不过刚才 Johnny 校长就表演给我看啦，因为是啦，我没有见过嘛。对呀。啊，要接我呀，不是表演啦，哎。你的水温啊都可以用电话看， download 了它的 APP， 我的是 Android， 现在用蓝牙来连接。给我先。哎，哇，转速无人，这是水温。现在我的手机上面是可以看到各种的资料，非常方便。好像我要看 Boost 大大哥的也可以，还没有研究啦，因为我才刚拿到。慢点，如果你们想要看嘞，我再拍给你们看，因为这个我怕这个 video 会太长。Delay on 啊 ，and delay 啊 ，water bowl 可以吗？电竞阿姐。好，那反正车是已经可以 start 了。现在就是剩下在路上啊，再调一下，让那个车更顺。5000多块，你们的电板有没有啊？没有嘞，好像有啦，也是有啦。如果你们有下，也是可以留言告诉我是什么电板，也是有这个功能。如果你们不要装多多米的在车前面呢，就可以用这个来看完啦。一定要 Android，Apple 不可以。哦，这样 iPhone connect 不到哦。我们要 calibrate 电子油门跟电板，就是说我们的工作现在就是给电板知道这边尺度，电板也要知道尺度。压紧紧哦。压紧哈 ，OK。推到完哈，呼多的。本来是叫它开完吗？90度开完吗？啊。放一点点。calibrate done， 关了。有开，所以一定要 calibrate 跟电板讲好这个是什么角度，你调的油门才会准。不 throttle 也不能够开到完哈，motor 会破掉啊。电子油门 calibrate 好了，哇塞，你看反应超快的，像那个水牙，像水牙。
Injector 啊 ，Injector 可以讲这个功劳啦，完全是 Johnny 还有我的朋友 Ben Security 阿刘帮我完成了这个 RB25 改电板。哇，刚刚好六烈火工厂，你看到吗 ？One boy not 什么一下，看不太，我这边看不到。我这个转速到多少啊？看，我的拉到看是多少？7000。7000啊？支持正版。HKS 啊，你们猜得到这个什么东西吗？不要看到最后留言先，你们看我的 video 一定学到很多知识，包括这个 Uncle Roger don't like col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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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good 500 horsepower this is for 400 horsepower 这个来做我摸了吗？留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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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ial oil trim 对那个灰尘会黏在那个什么哦会被洗进去啊要放一点油这到了没有哎所以我看很多人用这种网啊就全部都是这个 colander 没有来的我 HKS 哦 HKS 再过多几天就是农历新年了，不知道山猪农历新年前会不会修好？啊，OK， measuring 23，啊哈，对，我放23，它的红心比较23。还有一些蘑菇头鸡嘞的 blow off wolf 有那就 house 没有底下这边的 house 哇有 OK 寸二啊
在去找 Cam Angle Sensor。如果啦，车还是不会 start 啦，我觉得我跟这个阿 B 二十五啊，真的是没有缘分啊，缘分已尽。这样麻烦的阿 B 二十五，那个东西要找到没理要翻过来了咯。改啦，改什么车啊？玩车啦，爽没有？你们还要玩车吗？还要吗？你们可以不用玩了，你们也是可以省很多钱的。看我的 video 就可以聊，就知道我到底花了多少的精神，多少的钱在车子上面。如果没有玩车的话啦，我相信啊，嘿，我大把钱了现在。傻了，最终还是 Albert 那边找到你三不累。哎，怎么这个不见掉去？这个翻过来了哦 ，Finger Cross 三猪，你给我好好来哈！一个 Cam Angle Sensor 找了全世界，现在终于 start 到车了。那 Johnny 刚才用电脑看呢，里面是24了，现在就是等那个车热了，然后再试看它还会不会跳。你要加这个铁 pipe 上去，它就肯定有声音了的。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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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